圣诞长假期，不少香港人都外游。入境处资料显示，星期六一共有106万人次出入境，是复常以来首次破100万人次，当中有67万人次是出境。经陆路口岸到内地的香港居民就占43万人次。最繁忙的是罗湖口岸，有11.2万香港居民人次出境。香港居民单日净流出超过31万。